Just let me fall to my glove. 我进来了，蓝队蓝队啊，不用黑队哦，这里面有黑队哦，白队要不要？还有青队，哎，不，那不是青队，哎，蓝队有两个人了，那叫青队，我现在是白队，哎，青队是哪一个？走下。我、CPS 好低哦，他们只有二十几耶。CPS， 哇、CPS 好低。我、CPS 超高哎，操，438。好，我们是 FPS。换分吧。那是 FPS。哎、欸，那我哎、那在我 CPS 很高，我 CPS 一千多哎。哇哦，哎，你 FPS 一千多？能看得到？走。啊，不理我。我看到你在抽血啊！看几点？看到什么时候？我问你啊，嗯？你讲无敌啦！你讲这一局哦，不慌。哎、你不让我叠，哎、白队在后面，白队在你后面，白队在你后面。你是不是被打了？不多。哎，我死了，赶来不及。你就这么急想要去干白队吗？啊，这张是他妈的 rush 地图哎、欸！你在干嘛？有没有 defend 哦？哦，有 defend。我在逃跑。嗯。两个拼手速。我没眼。OK， 我真的变烂了。哎、欸，他跑后面去。真的变烂，我真的变烂。哎，有爆吗？哎、没有爆，下去，所以，嘻，所以，好不好？我叠，我要叠方块，看我叠，看我修一波。先把白队灭掉吧。好啊，好，那我先把东西先放回去，我家身上带的东西很珍贵，吧？你那么急吗？不等我用啊！来，你可以挖吧，你可以挖吧，掉去！不行，他出来了，是他18滴血，我剩一半颗星，我剩半颗星，我等你吸，应该是你吸完，我等你吸完。等一下，我买个十件好了，伤害比较高。我、干，他还想克血。我是不是应该买个斧头啊？他们有那个哎、那个。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开挂啊？你开个毛线球啊！你开。我不知道这游戏，我不知道这会被 ban 掉哎、好，圣洁石。应该是不会圣洁石。死了。我说他死了，不是我死。去挖。石头还在这边啊！哎呦，我挂掉了。不是蹲下不会显示名字吗？啊，人家可以看到你的皮肤啊，你皮肤那么明显。我黑白，他白队，他看到我啊？不对，我们青队哦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我们青队哦，有人叠过去，叠到我们家在上面。所以他没有工具，他每次来都不买工具，他是有病吧？我好歹有个斧头啊。哦，你手不玩 happy 手啦？被 ban 杀玩屁哦！对啊，是我害的。这是你害的啦！你在哭吗？干你！你他妈开 hit device 哦？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开，还哭哦？什么是 hit device？ 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放撞箱啊，变大！我掉下去！干，来不及放快，我来不及叠方块把救自己。不对，我忘了。拉死！不对，我就算叠方块，我也摔死。还是我们下一场啊？这场好像有点难。不要了，先把白队灭掉了，让我买一颗炸弹，让他变不见，信不信？哦，这本玩家来了，这个速气啊！走了。我走，蓝队来了，看他是来挂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谁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还有一只，我知道，我残血打个灯了，快救我，快点，快点，他下来了。
你可以牺牲打，你可以牺牲打。啊，他还挖床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不对，我炸药没有，浪费槽汤。决定了，我要的去他们家。哎，你房家里，然后我直接偷袭，我直接不讲理的。你他们来了。在哪里？楼上。我们 table 了。哇，真的是不是你？他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爆炸！爆炸！爆炸！爆炸 ！Nice！Nice！Nice！ Nice, nice. 把他打死！把他打死！我相信你！我相信你！我操！哎，他死了吗？你……哎，我最强！哎，我好歹实力有变强吧？哎，我好歹有吧？应该吧？我等下去打四V四好了，只要队友是强。感觉是应该没死意思。等我一下，我们都还没拿绿宝石，还说这个模式没有绿宝石，应该有吧？有啊，在中岛啊。可是中岛应该都被人家霸凌，哎，霸占不是霸凌。不，就算我们过去，我们也会被霸凌。我开过，我受不了。不要开了，我想拿弓箭去射他、欸，怎么办？哇，跑酷哎、欸！他不会放炸弹吗？他跑我们屋顶上，他无敌血。你去追他，然后我去补资源。等我一下，快点来吸，来吸，来吸！我可以挖，我可以挖。你挖掉我们就赢了。挖掉，挖掉！碎碎碎碎碎！那我这炸药还可以留着，我这炸药可以留我两颗炸药。啊，我超强，我超帅啊！你超帅，我没看到、啊。等下你不等吸，好，都这样。我赶去追他们，刚把铁链丢地上。啊不啊！丢地上不是为了送我吗？并不是。你不是好好先生？我看起来像好好先生吗？干你娘！怎样？你是要逼我伤字？你是要逼我消音你还是伤字幕？我不知道，看这个效果啊！哎、欸，底下蓝哎、欸、蓝队帮我们叠桥，好开心哦！蓝队帮我们叠到那钻石岛、欸，好爽！对啊，因为他刚刚要打我们。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！哇塞，我直接无视你的话，哎、欸，我都吸完，你来过。所以说，每次我叠楼梯之后，我都要再补一下，然后拉变难。就是不要这样，就不要这样。比如说今天是一个平台楼，对。嗯哼。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。我知道是叠楼梯啊。对，不要叠楼梯。啊，反正我反正我之后叠楼梯，我得把它补起来。就直接叠高就好了，干叠楼梯。等戏。啊，都铁装了，我还在布装。给你。没关系，我也铁装，我也铁装。不要放那个箱子，放工具箱。我知道，放错，我知道，我把它拿出来。我钻石给你，要不要？还是我先把它放到工具箱？来，挖掘结束。等一下，我是对吧、啊？我先把东西全部放回去，然后我先跳回家。我们去我家厨师。我先跳回家。对。我们现在离家已经离大概两三个队伍的距离，因为太远。来，我把钻石放到那个箱子里面，让你自己去拿。因为我钻石没人收，所以说我给你升级。听到声音？挖可以挖蓝队家，感觉这蓝队有点猛。等一下，我们这边有，我这边有敌人。蓝队爆！蓝队在我们家里，蓝队爆了，我们家也要爆了呢。他队友死，他队友死。跳！我！我把他杀掉了！有没有跟我玩就赢了？哇！啊，跟你玩就赢了，真的啊！对，也是。